讨厌吃菜。历经乳癌六次化疗的领悟，老天爷总会找你要回来。以前，我有个小怪癖，我只吃妈妈煮的青菜，因此中午外食时，从来不会主动选择青菜。台湾水果固然好吃，不过想到要削果皮或是洗水果，就会自动飘过，只能说是惰性使然呀。每早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，总会拎住咖啡杯到厨房，将三合一咖啡粉倒进杯内，再加进一包糖。香甜的咖啡送来了一天的动力，每一口的幸福让人顿时忘却那些无形的压力。我的甜度高指标无人可及，开始有了蚂蚁人的称号，同事们只要一拿到爆甜的甜食都会直接转送给我，我当然乐于接受。当时只觉得自己特别厉害，却没意识到自己愈吃愈重甜了。被确诊为乳癌的当下，我立刻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会得乳癌，医生却只表示癌症的病因有很多，并没有明确的答案。也是，身体本身是复杂的系统，怎么可能会有标准答案呢？我认真回顾了过去的生活方式，才惊觉自己的嗜甜很不正常。我想，应该是糖惹的祸吧。我顿时领悟，过去的每一个抉择，竟成为癌症的推手。每天吞下那么多的糖，生病，当然理所当然。手术之后，我立刻调整饮食方式，准备迎击一个半月后的化疗挑战。我开始无糖生活，也吃起了青菜和水果。这些巨大的改变，应该是以前所无法想象的牺牲和痛苦吧。进入化疗阶段，抢救白血球是饮食唯一准则，我疯狂进补和蛋白质有关的食物。像是高蛋白粉、高蛋白饮品、火龙果、鸡蛋、无糖豆浆、藜麦、低鸡精、鸡肉、猪肉、鱼肉、河仔等，只要蛋白质够高，全是我的必吃名单。我们家过去务农，为了感谢牛的帮忙，有了不吃牛肉的传统。后来听说牛肉的蛋白质极高，妈妈为了帮我恶补蛋白质，牛肉竟也默默出现在家里的厨房，我望住一大片牛肉，顿时充满罪恶感。最后是妈妈的一句话，身体健康最重要，我才渐渐释怀。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化疗，因为白血球过低被医生退货，妈妈又听说自制的低鸡精和低牛精的蛋白质更高，
他大清早特地去市场买鸡肉和牛肉回家，再以细火慢熬而成。那一碗的精华汤汁布满了油和血丝，看来十分吓人。想到那是妈妈的一片苦心，我只好硬住头皮一饮而尽。走过了六次化疗后，我才领悟，人啊，果然不能逃避。老天会在某个时机点，逼你面对之前所逃避的行为。那些逃掉的青菜和水果，果真全跑回来找我了。治疗虽然辛苦，不过却建立了更健康的生活习惯，就当作重生之前的磨练咯。以前我有个小怪癖，我只吃妈妈煮的青菜，因此中午外食时从来不会主动选择青菜。台湾水果固然好吃，不过想到要削果皮或是洗水果，就会自动飘过，只能说是惰性使然呀。每早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，总会拎住咖啡杯到厨房，将三合一咖啡粉倒进杯内，再加进一包糖。香甜的咖啡送来了一天的动力，每一口的幸福让人顿时忘却那些无形的压力。我的甜度高指标无人可及，开始有了蚂蚁人的称号。同事们只要一拿到爆甜的甜食，都会直接转送给我，我当然乐于接受。当时只觉得自己特别厉害，却没意识到自己愈吃愈重甜了。被确诊为乳癌的当下，我立刻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会得乳癌，医生却只表示，癌症的病因有很多，并没有明确的答案。也是身体本身是复杂的系统，怎么可能会有标准答案呢？我认真回顾了过去的生活方式，才惊觉自己的嗜甜很不正常。我想应该是糖惹的祸吧。我顿时领悟，过去的每一个抉择竟成为癌症的推手，每天吞下那么多的糖，生病当然理所当然。手术之后，我立刻调整饮食方式，准备迎击一个半月后的化疗挑战。我开始无糖生活，也吃起了青菜和水果。这些巨大的改变，应该是以前所无法想象的牺牲和痛苦吧。进入化疗阶段，抢救白血球是饮食唯一准则，我疯狂进补和蛋白质有关的食物。像是高蛋白粉、高蛋白饮品、火龙果、鸡蛋、无糖豆浆、藜麦、低鸡精、鸡肉、猪肉、鱼肉、河仔等，只要蛋白质够高，全是我的必吃名单。
我们家过去务农，为了感谢牛的帮忙，有了不吃牛肉的传统。后来听说牛肉的蛋白质极高，妈妈为了帮我恶补蛋白质，牛肉竟也默默出现在家里的厨房。我望住一大片牛肉，顿时充满罪恶感。最后是妈妈的一句话，身体健康最重要，我才渐渐释怀。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化疗，因为白血球过低被医生退货，妈妈又听说自制的低鸡精和低牛精的蛋白质更高，她大清早特地去市场买鸡肉和牛肉回家，再以细火慢熬而成。那一碗的精华汤汁布满了油和血丝，看来十分吓人。想到那是妈妈的一片苦心，我只好硬住头皮一饮而尽。走过了六次化疗后，我才领悟，人啊，果然不能逃避。老天会在某个时机点，逼你面对之前所逃避的行为。那些逃掉的青菜和水果，果真全跑回来找我了。治疗虽然辛苦，不过却建立了更健康的生活习惯，就当作重生之前的磨练了。